夫子跟这些老师把这个课程的样式哦改成自动展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老师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看我的这个全部的，对，但是因为如果回到MS， 你会发现它有个虚号，就是它的范围是到这里而已，是只到这里而已，它不会自动变比较大。那因为我的东西大面积比较大张，还是说我的课程那个名称比较长，好，那这样的话从你再看就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就会考虑从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小绿色，你们看每个班，每个班你都可以不可以改变，你看到这边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名称比较大的，我就上面名字哈，你点进哪一个课程在这里，管理你那个那个超问反应量数，你可以从这边进来。我通常以前有试过选比较花俏一点的，但是觉得实在是不怎么好用，因为大家都可能搞不清楚，所以我就还是朴实一点。那我们就选这个，那是在这里，但是我把它改用原来全屏幕的，就是一样的样式，可是我把它改成全屏幕的。那全屏幕的呢，它就会自动跟着我们的屏幕的大小自动缩放，所以您的眼睛比较高，它看到还是蛮大的。但我想，老师在安排资料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啊。只要我们的部分就是关于方面比较想要分享的东西啊，不影响啊。这个是跟老师分享一下，您可以从这个样式里面去稍作一个设定啊。所以我们刚刚有分老师简单啊讲一下，就是你用调整的大小空间的啊，就和那个班老师分享一下啊。那大致上是这样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区块的部分啊。差不多这样。那么再来呢，就是有关于分组跟作业的部分。分组的部分哈，我是比较喜欢分组的，因为这样比较不用改太多。啊，因为这少，但是好处也是说同学他们可以自己去有机会去讨论。那给老师看一下哈，我的处理方式大概是像这样，就是在这边有个小组专区，有那个小组专区，那我不看分组。好的题组，那么您可以从这个组别里面直接去指定组别去选，好，往这边去新增或修改。但是老师有点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有分组，假设作业是分组的话，那只有组长可以上台，只有组长可以上台作业，组员是没有办法上台作业的。所以如果说你要谁是组员，组长呢从这边去设定说谁是组长这样子。好，当然如果同学有时候他们分组有做作业嘛。那就看好，但是我们帮他调整一下也可以。这个地方老师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好，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分组的部分。那么如果老师要指定作业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哈。你看我在这边指定作业刚好分两种哦。你看我们会从这边新增，好，写到是属个人作业还是分组作业？预设是个人作业，预设是个人作业，所以我看老师我就改成分组。那老师要留意一下，如果你设成个人作业，然后已经有同学上场了，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改成分组作业，所以你要先设定好，你不要说干嘛啊？三班、三班做错了，那这个作业就是同学之间无法完成，不然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在这边老师可以选择要不要允许迟交，好，因为我通常都是有允许迟交，因为同学。老师喜欢改最后一班手册，但是常常会有个心情，因为我们档案比较大一点，他们在家里面呢上考的话，可能我们在午夜十二点前，他是在11:55开始上考，那你超过那个时间，他就没法上考了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都作业我在那个时间前要交了，我就考不了。”所以我后来有开放，但有开放的话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面。他会帮我标示红色的，因为他们超过时间了。那还有一个是这个要不要开放表交的问题。如果前期有知道都有开放，那看老师啊，如果您觉得不想开放没关系。那重点是这个开放表交，平常我们都是啊，作业出下去了，我再把作业打开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作业存进去。那其实呢，如果老师您是像我之前用这个所谓的复制区块的方法，那他。会把你之前的作业复制过来，那你这样有个好处，你要复制的时候，你不用再去打这些资料，因为这些资料都有了，你只要决定要不要开放掉。等于说，老师可以先考量形式力量，先确定把作业规划好，
等到我这个内外开放，两家开放，比如说你们看一下哈，我这边有几个作业，在这边，您看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还没有开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看不到，他们只看得到已经有开放的作业，还有开放的作业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那作业到底有交没交？我们来看，这里，您可以看到，但它是迟交的，在这里，就是用红色标示，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好，迟交的部分哦，所以那老师还有没有发现？观众老师也上了，如果做的比较好的，你可以来看。那有这个赞的意思，其实他们有一段是说真的要多鼓励的。好，我们太多责备的话，有时候他们会做的比较少，但是鼓励他，他会做的更好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我给他一个赞的时候呢，是代表真的，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。这是他们班的啊，他们班里面的都可以帮我学习这样子啊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，这个站呢就是从这边，比如说你看我在这里有个屏东的部分啊，屏东就把它点进来，这里有一个要不要开放官网？好，开放官网，如果没有开放官网，它就上面多一个站，啊，就多一个站，所以你就可以往下啊，这个是给老师大家参考的。那这里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屏幕，屏幕。英语的部分也许在我生活都会有写，都会有写。不过我发现，同学不容易注意到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同学在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比如说老师看好我们点一个一个同学，假设这样进来，我们点到位里面的时候，您看右上角，我们老师看到是叫评分，同学看到叫评语，好，同学看到评，所以他必须怎么样？点到这个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各位老师的评语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有点麻烦，好，因为同学大部分不会知道，所以我大多数我都会尽量把它放在我的保护这边，所以就跟他讲，怎么样，会在这边写。那但是为了避免说，因为讨论的话会很多，会搞不清楚，所以我都会在前面这边，好，就可以看到，虽然这是哪一组的，我就会把那个组别贴好，作业纸贴好，然后后面才写那个题目。等一下我会用下面这个方法的讨论方式来说，因为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，好，看得比较会注意到，但是老师大概可以知道意思啊，因为我觉得他目前那个题目的显示方法，比较不是那么明显，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放在讨论这边掉。这个是给老师到参考一下，我们在这一边就是小组中心啊，个人作业，好，这边可以做的，好，那。这个成绩比较啊，一定老要稍微设定一下，不设定也没关系，后面再都可以好。就是说，你这个比较会牵扯到很大，会有一个成绩计算的部分，成绩计算的部分哈。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，那就没有。那这个是要在开放方的前面多一个手，好，多一个手的部分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把后面传给老师，您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想这个每个老师的做法是不同的哈。那我大部分是用分组的方式去做的话，可能就是老师在出作业的时候再留意一下，那个作业预设是个人的作业哈，一定要改成那个分组作业才行。